失去人生，心内请你，我认识你，敬你。今年春节上映电影《素还真》，佳评如潮，但他幕后配音大师黄文泽却在这个月12号不幸过世，享受66岁，家属也低调证实。配《素还真》，我是配了30几年，第一次是从素还真年轻配到比较成熟，很新鲜，但是也很辛苦。据了解，黄文泽去年健康状况就不好，因心肌梗塞住院开刀，如今撒手人寰是布袋戏界的一大损失。年轻的素还真可能半身半心就半身，转如转都是转型，后来有了年纪，半身半心就半身，转如转都是转型，脑中尽是充满管。黄文泽有八音才子封号，他是台湾布袋戏大师黄海岱家族第三代黄俊雄的二儿子。虽然大家公认他的配音是师承父亲，但黄文泽曾透露自己花了3年苦练台语，揣摩各行各业的人不同表情、音调及声音。因无深入计策，对十六无用，你彻底糊涂。我是不是有精神分裂？我是不知道了。录到最后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我进入了每一个角色的中间，我就要像他。布袋戏就这么好玩。霹雳布袋戏创立至今30多年，上千个角色几乎都由黄文泽一人配音。他对台湾布袋戏推广不遗余力，曾说要跟爷爷黄海岱一样，90多岁还能演布袋戏。没有想到在66岁离开人世，粉丝不舍，一代匠人永留戏迷心中。东森新闻范静文、陈依怡综合报道。